8月15日下午3点直至晚上11点，长达8小时，一连两场的 Summer Pop Live in Hong Kong 展开序幕。黎明、容祖儿、张惠妹、汪明荃等众多艺人热力献唱，整个现场星光熠熠，歌迷们也大饱耳福。张惠妹和容祖儿两人卖力演出，劲歌热舞，让整个现场沸腾起来。提及台湾水灾情况时候，容祖儿难掩心痛之情，呼吁大家联手起来帮助灾民，让他们一起能够尽快逃离困境。所以我们更加要用多一点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别人，希望他们尽快逃离那个困局，然后令他们就是尽快有家可归，就把所有的伤痛快点可以逃离伤痛。而黎明当晚的状态极佳，演绎专辑经典，跟伴舞女郎大跳热舞，热情和体力都丝毫不输新人，让台下歌迷大呼值回票价。